好的，今天有没有看到这个场景？来看一下，欣赏一下。好，就是我们在拍这个床边故事的 MV 啊。哎，这个都是这个啊，不是虚的啊，不是虚的，因为好不好？哎，这刚好遇到我们的舞蹈老师泽宇老师跟罐头老师。来，泽宇老师，为什么今天会变这个舞？因为我觉得你演唱会很忙，应该没时间练，所以可以用在演唱会上。哦，就是刚好 MV 跟演唱会一起把它编的。我大概练了多久？告诉大家一下。一天的时间，是不是看得出来只有一天而已？后面这个是罐头老师，这个妆大概花了多久？差不多要花一个多小时，两个小时左右。哦，这个我觉得演唱会其实有这样的装扮是蛮不错的，不过换下一套衣服可能会比较难。这边大概都是不是虚的哦，好不好？这是真的是可以上来二楼对嘴，好不好？而且这个结构看一下，不是乱搭哦，齿轮是非常精细的、精密的。在搭景，二楼呢？你看，好不好？二楼都还可以站人的话，二楼都还可以站人。所以我说这个真的是花蛮多钱，不是虚的。这件事情非常重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本公司杰威尔唱片公司呢，花钱不手软，在 MV 上面为的就是给歌迷最好的呈现。早点下到地面好了，这样比较方便。这样就可以走楼比较那个，直接平面。说到这个楼梯呢，其实因为很久以前小时候看了大法师给我一个灵感，就是四个 dancer， 我们在这里排了一段大法师的舞蹈，蛮辛苦的。因为听说昨天还有我们的舞者是被操到已经快吐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腰都已经怎么样？腰都非常难受。七八。讲到场景要多深有多深，我们看一下。通常这是你会觉得哦，我们这样拍其实只要搭到这边就够了嘛，因为旁边看不见。没有啊，里面这边全部都因为自己做造型的，所以在这 MV 也换了蛮多套的衣服。好，我希望我的演唱会不要换那么多套，专心唱歌就可以了。